欢迎收看《激荡中国》。一个国家经济改革是否成功，一言以蔽之，两个字：富与强。老百姓富不富，企业强不强？你刚刚看到的这段视频，呈现的是20多年间世界500强榜单里中国企业数量的变化。在2019年公布的世界500强榜单上，中国公司的数量史无前例地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这些数据变化的背后，是一场惊心动魄的中国企业的崛起史。北京时间2019年7月22日，最新的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正式发布。很多人注意到了一个历史性的变化。从数量上看，全世界营业收入最多的500家企业中，有129家来自中国，历史上首次超过美国。在这129家中国企业中，既有多次上榜的华为、联想、美的这些公司，也有首次入榜的格力电器和小米集团。榜单上的中国企业不约而同地制作了宣传海报，除此之外再没更大的动作。这样的波澜不惊，在24年前这张榜单第一次发布的时候是不可想象的。前期的时候，所有的企业如果一旦他上了世界500强的这个榜单，他一定要开个发布会，他要开个 party 要庆祝的，说我终于跻身到那里去了。慢慢慢慢的，这个声音就变得冷下来了。1995年8月，美国财富杂志推出了第一份涵盖了全球所有产业领域的世界500强排行榜。中国银行和中化集团两家中国内地公司名列其中。这个消息跨越大洋来到中国，在这片土地上掀起了滚滚热浪。当时，一批成长于改革开放年代的中国企业，正在寻找自己在商业版图上的位置。500强排行榜无疑成了一个完美的参照系。过去的话呢，在讲到我们的企业做大做强的，我们的这个参照系是世界500强。那个阶段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个才是衡量我们中国企业的标准嘛，因为我们要跟世界企业就是要去在一个竞技场上去竞技。根据不完全统计，当时近200家中国企业都公开宣称要把进入世界500强排行榜定为发展目标。甚至这份榜单还进入了政府部门的视野。当时的国家经贸委就宣布将重点扶持宝钢、海尔、江南造船、华北制药、北大方正、长虹等6家企业，力争使他们在2010年进入世界500强排行榜。当时我们追求规模扩张的时候，那个时候国家就需要一批大的公司，你去做大，带动经济发展。可是怎么才能快速地进入这张显赫的排行榜呢？心情迫切的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最简单粗暴的方式。这里是杭州，上世纪90年代，这座城市生产的金鱼洗衣机、东宝空调、华美冷柜、成风电扇在消费者中享有很高的知名度，被称为四朵金花。为了冲进世界500强的榜单，杭州展开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做大做强的运作。在主管部门牵头之下，4家企业合并为杭州家电集团有限公司，成为当时浙江省最大的国有控股家电集团。为了打造这艘家电业的航母，主管部门不仅在企业用地上给予优惠，还注入了9500万元的资金。这些企业都属于二清系统的，一个系统合并起来感觉到很简单，只要资产划拨就行。另外一个呢，大家老感觉到家电嘛，市场可以共享。2个月后，新的家电集团改名为杭州金松集团有限公司，4个曾经深入人心的品牌从此消失，变成了一个新的名字——金松。
合并当年，情况似乎非常符合人们的预期，劲松销售收入合计超过30亿元，一举进入全国家电企业前六强。然而，只不过是第二年，形势就急转直下。劲松副总经理、原东宝总经理任尧森提出辞职。任尧森的出走公开了劲松的内部矛盾。捆起来的小三板，它肯定不是大航母，所以最后你会发现它的内在的那些东西都整合不到一起，最后还是各是各的，还增加了非常多的摩擦力。劲松刚成立时，曾经设定了3年实现150亿元销售额的目标，结果这个目标非但没有实现，销售额反而从合并当年的30亿元一路下滑到15亿元。曾经的四朵金花一起凋零，为进军世界500强而进行的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合并也宣告失败。强大强大，先强后大，不强宁可别大。所以我觉得500强的狂热当中，我们实际上是付出学费的。这条位于杭州城南的东宝路，正是因当年的东宝空调而得名，如今路还在，同名的企业却不见了踪影。10多年后，这座城市诞生了阿里巴巴、吉利这样的世界500强公司。站在这里回望过去，难免让人唏嘘感叹。在杭州四大家电品牌被合并的1997年，远在1300公里之外的顺德，同样是家电制造商的美的，也正在遭遇创立以来最大的一场危机。这让创始人何享健忧心忡忡。1968年，何享健和23位村民集资5000元开始创业，一路从玻璃瓶、塑料盖做到汽车配件。改革开放后，顺德逐渐成为家电生产重镇。何享健带领着小工厂，从做风扇开始，一步步切入空调、电饭煲等家电制造领域。只要是美的，人人都喜欢。这是上世纪90年代由著名演员巩俐拍摄的一条广告。在明星代言还是新鲜事的年代，这条广告让美的空调声名远播，业绩一度冲进行业前三。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的已经拥有5大品类、数百个产品，员工人数达到10000多人。然而到了1996年，家电市场突然变天，从供不应求转向饱和，很多之前快速扩张的企业陷入产能过剩的窘境，美的也不例外，空调业绩直线跌落到行业第7，企业整体营收一蹶不振。怎么才能走出这个困境呢？美的把目光投向了家电业巨头日本松下电器，他要学习松下实行多年的事业布置，在企业内部进行裂变式改革。事业布置上这方面是最好的日本的企业。那他有什么好处呢？就让一群人专注地做某一个产品，所以事业部是产供销人财物是全部集中在一起的，就我有足够的自主权来指挥产供销和人财物。此时日本松下电器在世界500强排行榜上排名第22位，销售额超过600亿美元，相比之下美的的营收不过几亿美元。不过美的还是走出了这一步，根据产品的不同成立了空调、风扇、电饭煲、电机、小家电等几大事业部。
1997年实施了这个事业布置的改造，到今天为止都是整个美的发展的一个基石。事业布置的推行意味着美的走上了向先进企业经营管理制度学习的重要一步，这就对原来的中高层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些从美的创立初期就在这里工作的创业元老们怎么办？何总通过不断的让大家学习新的知识新的技能，然后不能适应的这些老的同事就逐步的退出了这个管理层。他知道如果再按照农民造汽车的方式，这个汽车永远造不出山的，这个企业必定走向灭亡，所以我必须脱胎换骨，必须壮士断腕。最终何祥建用丰厚的生活保障劝退了创业元老，一大批年轻的职业经理人由此走上舞台。随着发展的过程中呢，我们不断地引入这个现代企业治理的架构，包括我们整个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到职业经理人的这个架构，应该说越来越完善。放手一搏之后，美的进入发展的快车道，空调销售收入在第二年超过50亿元，比1997年翻了一番，整体销售收入到2000年突破了100亿大关。此时距离他进入世界五百强排行榜还有16年，而相比他的老师，那一年位居世界五百强第24位，营收达655亿美元的松下电器而言，当时的美的还是一个小学生。1997年，当何祥建正在思考如何化解美的面临的危机之时，位于深圳大冲村的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也在遭遇一道难关。这是华为成立的第10年，这一年八一起稿的华为基本法通过最后一次企业内部审稿，这个文件的第一条明确提出，华为的追求是在电子信息领域成为世界级领先企业。此外，华为基本法还明确了2条原则，一是实行员工持股制度，二是在技术开发上持续投入。1987年，任正非和几个伙伴用21000元创办了华为公司，从代理小型用户电话交换机开始进入通信行业。10年后，这家公司已经在电信局的固定电话交换机领域小有名气，正雄心勃勃地进行着 GSM 无线设备的研发。这意味着一家不过几亿美元规模的中国民营公司要和世界五百强榜单上的国际通信设备巨头们正面交锋，包括诺基亚、爱立信、摩托罗拉，因为他们已经对华为在固定网交换机的一个高性价比模式已经非常熟悉了。在无线这一块，特别是在 GSM 跟国际巨头的竞争这一块是非常的惨烈的。不过华为当时面临的最大威胁还不是这些外资巨头，而是3000封举报信。1997年前后，由于市场的恶性竞争，有人写信举报华为，举报信罗列了华为的诸多罪名，如拖欠员工工资、偷税漏税，甚至有说华为在内部搞员工持股是非法集资。就这个东西，如果你给他贴个标签说他是非法集资的话，又涉及到多少人以上，那就是要打击的，是经济领域的犯罪。事情不断发酵，华为的员工持股问题竟然被反映到了北京，这引起了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权的关注。有些老同志呢，说华为没有坚持社会主义。这一争论让高尚权敏感地意识到，仍有一部分人对当时正在进行的市场化改革心存疑虑。改革呢，要突破这个老的思想，要有新的思维，但是他跟不上。他因为这么一弄了，变成是资本主义了。为此，高尚权主动提出去深圳实地调查，华为的员工持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还得从他创业初期讲起。上世纪90年代初，华为决定开始自主研发电信局用的交换机设备，
当时中国内地的局用设备市场是富士通、朗讯、爱立信等外资巨头的天下。一家创业仅两三年的中国民营小厂要去动外资巨头们的奶酪，难度之大，完全超乎了创始人的想象。通用产品稍稍一个指标不合格，它是全球全网的，它导致全世界通讯都不能动，所以就不能去做这个事情。这样的话就对一个小公司是极其残酷的，因为你一分钱都没有了，所以因此我们就走上了这条不归路。没有钱怎么办？任正非想到了一个内部融资的方法，也就是鼓励员工拿出收入的一部分向公司参股。借不到钱啊，银行不给钱，外面又没有现在的这些投资机构，唯一可想办法的就自家人呗，我发给你的钱你就借，你就存嘛。依靠员工的内部持股，华为勉强筹措到了急需的研发资金。靠着这笔钱和一群初出茅庐的大学生，华为研制出 C&C08 等局用交换机产品，在外资巨头云集的电信设备市场有了立足之地。高尚权在华为的调查持续了几个星期，在充分了解情况之后，他得出了一个和举报信完全不同的结论。这种建立的利益共同体非常好，促进了企业发展，所以国家税收也增加了，职工户籍来了，就业机会也增加了，这是天大的好事，所以应当是支持他。华为的举报信危机化解了之后，华为的内部持股制又逐渐被虚拟股、期权等国际上通用的激励方式所取代，但他在研发上持续不断投入的做法却一直保留到今天。时间来到2010年，这一年31层高的美的总部大楼落成，美的销售收入突破1000亿元人民币。而在这一年的世界500强排行榜中，惠而浦凭170亿美元的营收排名第498位。从数字看，美的距离这一家电入榜门槛已经只有一步之遥。但是在向世界500强挺进的长途跋涉中，也许最后的冲刺才是最艰难的。从当年村办小厂开始算起，42年过去了，美的要如何完成这一蜕变？这里是美的全球创新中心，是在30年前老厂区的基础上改建而成的。在生活电器事业部的电饭煲实验室里，几百台不同型号的电饭煲同时冒着热气。在这里工作了15年的黄冰告诉我们，这是电饭煲测试的第一道关。我们的实验员的话，每天都是在实验室里面煮米饭。那么基本上我们这个实验室的话，一年要煮100多吨的一个大米。那么煮完了之后，又是测这个米饭的这个口感会怎么样。多年来，黄冰的工作始终围绕一个主题，就是怎样煮出一锅好的米饭。2011年，黄冰开始担任生活电器事业部的首席产品经理。也是在这一年，他所在的美的再次迎来了一场大刀阔斧的转型。年中，美的财务数字出现了3年来的首次下滑，到第四季度甚至低于2009年同期的水平。2012年，创始人何享健按计划全面退休，方洪波带领的职业经理人团队要怎样才能完成这关键的跨越呢？美的通过10年的高速发展之后呢，也积累了一些问题，所以当时呢，应该是尤其是我们的这个早期追求规模的高速成长，在这个经营质量方面呢，应该说积累了一些隐患，所以2011年、2012年的时候呢，我们也主动做了很多的调整。这是一场刮骨疗伤式的转型，半年时间里砍掉了7000个产品型号，停止30余个产品平台的运行，同时大幅削减开支，一年内减员7万人，把所有的
不能做到行业前三的产业都退出来了，效率比较低的型号也都砍掉了，把很多土地退还给政府。美的开始专注于提升企业的研发能力，在全球设立17个研究中心，累计研发投入超过200亿。同时，美的还在内部实施了一系列的股权激励计划，职业经理人、骨干员工和股东的利益有效合一。美的的职业经理人团队给企业重新进行了定位，不再满足于做一家家电企业，而要成为一家全球领先的科技集团。以前有钱都是投厂房、买仓库、建很多生产线，现在有钱是干嘛？有钱投研发。2016年，美的入选世界500强排行榜，成为中国家电业有史以来第一家跻身这一榜单的企业。和曾经的日美韩国老牌家电制造企业比肩而立。从1968年创业开始，走向世界500强的道路，美的走了48年。这一年，美的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方洪波在回顾美的的转型时，做出了这样的总结：我们希望在未来能够抓住世界制造业价值链的重新分工的这样一个机会，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全球经营、全球资产配置来自于中国的这样一个跨国公司。而华为也在自己的跑道上奋力奔跑。20年后，我们要三分天下，我们要做全球前三名的通信企业。那个时候呢，这个任总在一个茅草屋里面创业的民居啊，说这个话的时候，大家都哈哈一笑。2010年，华为第一次进入世界500强排行榜，排名第397位。2017年，华为进入百强名单，排名第83位。2019年，华为位列第61位。他已经超越了当年奋力追赶的电信设备巨头们，成为全球最大的通讯设备制造商。多年以来，业界都对华为在研发上的投入津津乐道。然而，华为究竟在研发上有多少投入？这个问题的答案在2019年，以一种令人猝不及防的姿态呈现在公众面前。这是华为海思总裁何庭波致员工的一封内部信。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大概还没有哪一封企业内部信会引发国人如此的关注。这封信透露了一个令人既震惊而又感佩的信息：在过去的10多年时间里，华为这家公司为了一个可能不会发生的假设而投入了难以想象的研发资金和人力。时间回到19年前，新千年刚刚拉开帷幕，那时的华为刚刚以利润29亿元，利润率19.8%，研发投入占比13.62%的成绩，位列全国电子百强前列。然而，这个成绩换来的不是庆功会，而是创始人任正非撰写的一篇言辞犀利的文章。任正非这样写道：现在是春天吧，但冬天已经不远了，我们在春天与夏天要念着冬天的问题。这篇文章就是后来被众多企业人奉为经典的华为的冬天。10多年后，当冬天真的到来时，人们发现华为果然已经在春天和夏天做好了过冬的准备。很了不起的一个想法，就是世界洪水滔天，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还能不能活下来，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还能活下来的这样的企业，这才叫强啊。中国只有这样的企业越来越多了，它才能真正的成为强国。
当这份曾经万众瞩目的榜单上出现越来越多像华为、美的、海尔、格力、小米这些中国公司名字的时候，无论是公众还是企业界，心态都在变得越来越从容。对于五百强这样一个观念，它也是个逐渐的进化的，逐渐回归本质的一个过程。如果大也是 OK 的，但是我没那么大，我如果我依然可以发挥我的作用，我也是很好的。这个变化是其实中国企业在发展理念上的变化。成就伟大企业的道路是一场全方位的修炼，进入五百强的榜单不应是企业经营的终极目标，而不过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这是千千万万中国企业在追梦五百强的道路上收获的感悟。花开在眼前，已经开了很多很多遍，每次我总是泪流满面，像一个不解风情的少年。花开在眼前，我们一起走过了从前，每次我总是写下诗篇，让大风唱出莫名的思念。让大风唱出莫名的思念，不知道爱你。